都让我当成了笑话，就当是个笑话，就让他们笑去吧。您记得吗，皇上？您说。 您要护着我一辈子，皇上，楼下各国的公使都在等着您呢。 皇后，给朕整理一下。皇上圣明。 合作平台爱奇艺、腾讯视频、优酷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谢谢三位演员，有请来到舞台之上。特别辛苦天池老师和天池老师的团队，此刻天池老师也正在观战区进行着观看，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天池老师和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们。谢谢你们辛苦了。有请张纪中导演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去塑造这些人物啊，我就觉得没有抓好这些人物。 再加上整个，如果从电影的角度来说，它的调度啊，它镜头的移动啊，这就更甭提了。所以这个感觉到没什么味道，这是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刘孜、小叶还有张一凡，他们还是有些瞬间是很动人的，比如说像张一凡出门那一下，走到门外。 然后你有一个浅笑，但是我觉得后边笑大发了，但是就站在那儿定住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挺有味道的，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挺美的。台词这儿呢，我想跟刘孜探讨一下，因为咱们俩是校友嘛，我对你会有要求，因为我觉得像这种轻功的戏已经拍了很多很多了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腔调那种完全的京腔，实际上是能够捕捉到的，不是说像拍一个明朝的戏、元朝的戏。 宋朝的戏，他们那时候说话真不太好找，啊，你这里边只有一句，我觉得是说的有点对的，就是就当是个笑话，让他们笑去吧。就当是个笑话，就让他们笑去吧。我觉得这句话，哎，突然听到了，我觉得这个味儿挺对的。那我决定少说两句吧。我觉得你们还是不容易的，对。谢谢。我觉得呀，就是。 别难为咱们这些嘉宾，挨个说，然后呢，就是轻的重的呀，都不是特别敢表达，因为这大家都了解是一什么情况，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个环节真的不用子怡老师、郝雷老师，还有就是他们真的不用去说。刚才陆川都已经是，我都觉得真是把陆川都给憋坏了，只敢捡熟人说两句。<笑> 但是，今天我们士气这么低，没有关系。我没有说我有多大的能量，但是我看到后边的这个程序当中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们这个小组可以利用特别有限的时间，可以再努力一次。我希望把我们剩下的时间，让我们这些人调动起来，然后我也尽我制片人的这个能力，多给他们一些资源。 然后让他们可以在未来的几次的表演里边
哪怕不是大放异彩，也可以让观众还有让其他导师看到他们的进步吧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位老师，依然要行使你们的权利，把心分配给哪一位演员。瑞诺五幻彩人像视频，在我眼里你会发光。 OPPO 星级时刻，请做决定。一号刘孜，二号叶祖星，三号张艺凡。我的这一颗心给刘孜姐。我觉得我还是渴望看到刘孜姐下一个片段，希望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你出现。张艺凡站在那儿那一瞬间，我觉得哟，这个小女孩将来有戏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给张艺凡，谢谢。陈武老师，这颗心我投给张艺凡。基于叶祖星在这个作品里面的形更接近这个角色，所以我把这颗心给叶祖星。我把这颗心给叶祖星。叶祖星，你打动了我，期待你的下一期。我就给自己一点稳妥的感觉。三颗星都给刘孜。恭喜刘孜姐，在这一个星级评定环节当中，您获得了四颗星，可以成功进入下一赛段，请进入竞技通道。加油加油！